好了，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南少林天师国术会、啊、接下来我们表演的是南少林天师国术会。南少林天师国术会创办于1968年，以发扬尚武精神及民间诗意为目标，祖传咸丰南少林的天师大师武艺与达摩祖师一脉相承。现任会长杨其昌师傅师承三位师黄敬秀师傅师傅40余年，入室弟子逾千人。此次表演主题为一苇渡江弘扬佛光，飘色上的达摩祖师和佛祖由五大瑞兽护法出场，包括大象吉祥、麒麟送子、金狮贺寿、貔貅招财、河仔贺寿，其后形成。南少林天师国术会咧，就以发扬崇武精神同埋民间诗艺为目标嘅。通常呢，在一些花车巡游或演里面，都会看到很多呢很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表演在里面。没有错，因为现在这个中国文化目前已经开始被发扬光大了，对不对？甚至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去学习，比如说武术啊，或者是一些烹饪啊，我觉得这都是非常良好的一个感觉啦。而且在很多外国人呢，对中国的一些传统啊，一些艺术呢，都。